你不知道你腿圈那里好久摘到，好久摘到，还摘到可不行啊。那后面不能去拿你领带的吗？那后面拿过来，你等你领大了嘞？没有你领大，人家不都偷？那人家偷不上，人家去摘，你去，你能去摘里啊？那分两份钱，我去摘。你干嘛？你去家里给我不要摘？不是你不给我去口令，我在家种哈。你不是在家里头摘了，都你不要摘嘞？今天来就种种嘛。你给我带上带来种的哈？我带来尝，你过来种种的吗？我不玩。你那头种啥哈？我带来尝尝那个香菜啊。那不是家里的有的呀？哎，不是，来，走走走走走。特色辣椒炒肉。好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用心，请您安心。周大厨辣椒炒肉，请您品尝。第一次带妈妈在商场吃饭。现在您上一下五常大米新蒸的小锅米饭。他家米饭真的很好吃。第一次还有些不知所措。咱这辣椒炒肉是好吃。我们现在在庄工厂的主打啊，然后欧贝广场的话也有分店，然后本现在已经开了4家分店。你当你上好不好？今天特色，然后今天给你几道菜的话都是这个特色的，有空的话你们也可以来尝尝。